好了，有铁片顶着电池了。这两三株呢，其实来到这边做了 cross pump， 还有那个 long shaft 的那个锁 long shaft 的铁片，因为之前是烧死嘛，我们要把那个拆下来，才能够拆掉牙箱的锈漏油的地方。那现在三株也做好了，现在又要回去做冷气了，因为冷气不冷了。现在我的车拿来这边做第三盏灯，然后我在车后面发现了个望后镜，这个是还好啦，另外一个就已经是破了的，所以我可能要找一边谁有卖跟我讲一下啦。里面这个望后镜也是在车尾找到，它就是断一个角，重新锁上去又可以用了，这样子倒退车就比较容易了。老板帮我做这车头灯，因为这个车头灯实在是太麻烦了，所以搞了很久。没问题吗？真的吗？真的真的啊、嗯、如果做不到请你吃餐咯。哦，好好没问没问，好做得到嘞。要开水烧 ，Yeah， 这边这样懂进去。OK 的，还可以用了。因为他的东西弹了啊，这边找不到东西都剪掉了。OK， 可以了。黑黑这样，不知道哪一个。OK， 好，来。两个女 drifter 那边练大拳，一个是 Johnny 的老婆。一个是我的女朋友。哎呦 ！Yes， yes， yes！ 哇！我觉得不是加音的问题。谁？你加这个看。真的、啊、你加拉看 Johnny 技能叫加营加 Sylvia， 你加Sylvia，
了一月一号。能够做什么呢？当然是来 drink 嘛，是不是？托尼的行程 SR20， 喂，辣嗓就是辣嗓，喂 GYX 活嘞 ，GYX 活嘞，活嘞，因为他这个有 body kit 那一些东西啦，所以他们现在在帮他拆着拆了车才能够拖上去啦。大家玩车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你看。看这么多高手在那边帮忙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所以就是我这么喜欢在 BB 玩车，就是这样。我有 GYX 的时候呢，不是我一个人在哭啦，很多人在一起帮我哭啦。所以你的 wiper 不用哭了。我的 wiper 啊，哎 ，small case 找不到了啊 ，small case 啦。要有钱都买不到啊，那个不要下雨了，看今天是不会下雨的了。你刚刚有听到海鹰吧？没有下雨，不会有问题。这辆拖车其实可以放到躺得很平的，所以地上猜是多余的啦，多余的。哎，你也不用是要喷这个颜色嘛？好看呗。好看。GYX， 过来。GYX。活嘞 ！GYX 活嘞！九块一，不可以笑啊！我爱睡罢了。在我的朋友的店这边已经有好几天了啦，我的 styling rack 我拿去给车床店叫他们改一个 poly boost 进去，这个摆设的地方就是打进去的。什么情况下我发现到我的车有问题呢？就是我在跑这的时候，有时候直的时候它是跑直，有时候 styling 歪的时候它跑直，一转 rack 一下子那个 steering 又突然间变回直的啦， manual steering rack 那边松掉了，还有我的 coupling 那边好像也是松掉，好彩我发现到有问题，所以拿过来修理啦。这边我看贴那个 spacer 可能可以改善，如果我的角度有这么大，我也会顶到。现在弄 fit 条花一个几十块钱。把 styling leg 修好了，希望能够耐个十多年啦。这位老板在示范 Vin Diesel 怎么开车，椅子要坐到斜斜，然后这只手，这只手要一定要顶到这边，或者顶这边也是可以。哦。手要放直这样。然后看到旁边有人的。呀。这个就是。阿巴雷杜。9点，现在是9:04吧，还是3？其实我是很少这么早醒的啦，今天很难得我的女朋友早醒，7点就叫我吃早餐了。你是没有睡觉还是什么？良好的习惯。OK， 好，就又开始在弄山猪。你们有看我那时候那一个影片就知道我讲我的刀把要做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。我这个都是临时改上去了，因为那时候拿来的时候 Turbo 的 Exhaust 它没有接到，所以就烧的一个接头了。现在老板叫我去割一个1/4的铁成为那个接头，然后它割一个洞，然后掰烧上去。
啊，那个就是要我们自己去车床垫家门割出来，这个就不够厚了，它热了会很容易导致它弯掉，然后就不好了。现在等等着那个铁片的同时，我们就开箱一点点东西，因为那个东西需要一点时间来去割啦，所以等哦等哦。好，不要拍你刀拜的这个铁板做好了，看到吗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啦，然后这个就烧去借刀拜。那非常谢谢上帝做东西非常好，非常快 ，Thank you 啊！那现在就拿这个装上三株三粒。好，现在刀拜也是做好了，今天可以讲整天都在忙它，接下来会弄它的什么呢？你们敬请期待。电板会用什么呢？已经心里有数了，那个你们记得要订阅就对了。对，人家啊送车给你这个William 老板呢，这间 Android 店呢，他送刀拜给我的三株啦哈，这样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生意兴隆，一定很多人来这边弄 Android 的。 Thank you 老板啊，谢谢啊。送你的哦，行车记录器，你要吗？先，要。你真的会装吗？不会。你不会装，可以，我可以帮你装哦。我一定要看你用哦，因为我也是要知道它的画面拍出来到底怎样。没有 screen 的。这个也不是那种最贵的啦，讲究一下咯，因为我也是要弄车那些啊。还不到。不是最贵的那一种，装在你老婆车啦，还是谁的安全吗？是不是？就是要用电话哈，是吗？啊，对对，要用电话，用 apps 来去看。Thank you。对我好一点哈，有什么 lim 有多的啊，可能没有用到啊，再敲一下那个 handbrake， 这个 handbrake 应该里面是有 drum 推它的，踩 brake 它是用卡钳，那调聊一下看能不能够。年第一个有何感想？哦 ，SR， 喂 ，SR， 喂，拉萨就是拉萨。新年 SR， 新年进步，2021年。SR 不能，他公家弯街的，他不懂 SR 的痛苦。拉萨就是拉萨 ，SR 呸，无情的吐槽。